旺角朗豪坊有吊船故障，两个清洁工人被困，由消防救出，冇人受伤。消防员由井而下去到吊船，将被困的工人救到安全地方。现场消息话，凌晨四点几，46岁同55岁男清洁工人利用吊船清洁朗豪坊。当吊船降到8楼嗰阵，无法运作。消防员接报到场，将他哋救出，两个清洁工人冇受伤。